好久没有走过这条街因为我不敢触摸思念好久没有走过这条街因为我不敢触摸思念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 终于等到了饭点，干饭人干饭时间。终于等到了饭点，干饭人干饭时间。很多小伙伴在制作视频或者是使用一些类似于克隆声音的项目时，都需要获得最纯净的人声。刚才我们演示的音频效果，使用的就是 Ultimate Vocal r e m o v e 这是一款软件，它的功能非常的强大，无论是嘈杂的底噪、歌曲的伴奏和人声。 又或者是一些解说视频中的伴奏和人声，都可以进行分离，甚至可以非常专业的将音乐中的乐器声音分离出来，简直就是一个万金油软件，甚至可以说是超神了。这个软件在提取音频的表现，是远远优于 RX9、Repex 等同类型的工具，而且通过它提取出来的音频，可以说是无限接近原版。 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看看这个软件是如何进行下载和使用的。如果小伙伴们对下载和安装方面没有疑问的话，可以直接跳到下一个章节，也就是软件的使用环节。现在我们来看看下载，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里，我会放一个谷歌云盘的链接，大家可以通过我的云盘直接下载软件的一键安装包，还有打包好的模型，也可以在 GetUp 上面进行下载。 g e t u b 的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的下方。拿到一件安装包之后，我们双击安装包，选择我同意协议，点击下一步。这里可以选择安装的路径，需要注意的是，路径里面不要出现中文的字符，不然会有运行失败的可能性。大部分人会按照默认的路径进行安装，但是在这里我并不建议安装在 C 盘，当然大家也可以根据习惯进行选择。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 勾选创建桌面图标，再点击下一步进行安装，勾选启动软件，然后点击完成，这样安装就完成了。但是如果大家想要达到更好的分离效果，我们还需要下载模型安装包。在我分享的文件里有一个模型压缩包，我们右键将模型解压到当前文件夹，然后回到桌面。 右键软件，点击打开文件所在目录，点击 Models，然后将我们解压好的模型放进去。如果出现重复替换的提示，我们点击替换就可以了。然后我们重新打开软件，这样就可以正常使用了。这个软件的功能十分强大，所包含的处理模式也非常多。新上手的话，肯定会存在一定的难度。 但是我会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结合我使用的经验和测试结果，从效率、质量，以及考虑电脑运行消耗时间等几方面进行综合的取舍，提出直接可以使用的参数设置方案，避免大家因为自主探索而走一些弯路，从而节省大家的时间和精力。我们来到软件界面最上面的两栏是输入和输出文件夹，我们需要进行选择。 找到需要分离的音频所在文件夹，至于输出的文件夹，我们新建一个空白的文件夹就可以了。这里我们可以选择文件输出的格式，大家可以根据后续处理的需要进行选择。我一般会选择 WAV 或者是 MP3 格式。接下来我们来看 Process Method，这里可以选择不同的 AI 算法模型。经过测试，一般用来提取人声的话，我们选择 V2 算法就够了。Window Size。 在这里，数值越小，音质会越好，但是运算的压力和运算的时间也就会越长，这样就会越考验电脑的性能。去除声音的力度一般我们设置为十，使用这里的默认数值就可以了。模型选择这里提供了很多的模型，不同的模型有着不同的效果。EHP 这个模型主要针对器乐的模型，也就是针对伴奏的。二 HP 是 EHP 的微调版本。 三 HP 模型强化了人声的提取，提取出来的人声会很干净，但是与之相对应的提取的伴奏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浑浊的现象。四 HP 模型也是强化了人声的提取，但是比三更为激进一些。五号模型在提取声音的同时，可以保留声音中的和声和背景人声。我一般会选择使用三号模型。这里是使用 GPU 进行运算，如果有显卡的话。 可以勾选使用 GPU 进行加速。如果显卡的配置在一零六零及以下，或者是没有显卡的话，那就不用进行勾选了。勾选之后不但不会加速，反而会更慢。这里可以选择只提取人声或者是伴奏，一般我会只提取人声。如果人声和伴奏都需要的话，那么这两项就可以都不勾选，其他的使用默认的参数就可以了。 我们分离一个片段，看看效果。点击 Start Processing，稍微等待一会儿就处理好了。我们可以来看看效果。 这个软件最棒的一点就是支持批量处理音频。如果我们需要分离的音频文件有很多的话，可以在输入文件夹进行选择。我们打开输入文件夹，全选音频文件，然后再进行导入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同时处理多个音频文件，也就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另外，我还会将这个软件的翻译界面上传在网盘里，大家可以自行查看和探索。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我的内容的小伙伴可以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更新的新内容了。